小猪佩奇模仿秀第十九集。孩子们，你们的才艺准备好了吗？苏西，你准备表演什么呀？我好像什么都不会啊。我准备跳绳，我跳绳可厉害了。没关系，我还会唱歌。没想到吧，苏西，我给大家唱一首歌。没事，我还会跳舞呢。老师，我会跳舞。喂，这不是我要表演的吗？好你个苏西。Music。大家表演的都不错，小舞，那你的才艺是什么呢？老师太不公平了吧，我的才艺都被大家表演完了，所以我只能给大家表演一个睡觉了。晚安，同学们。老师啊，这也算才艺吗？Ha ha ha ha!